太滑了，新卡套就这样。OK， 失败值，不听啊。Right， 可以移出来吗？可以啊，不可以。OK， 不行。Right 出来了，我给抽七张牌，七张。好，然后找一个有特，然后找一个有特定名字的选，然后把这些丢出来。我找这一张。OK。然后如果下面是我这一张零号牌的话，嗯，就可以加攻击力1000吧。好，来。下面我扣这一张哦，然后攻击力。哎，不可以。好，我回合解释你。来，这样子观众会被投币吗？肯定。好。我有种邪恶感觉嘞。打你边个？我打的。一样。OK， 可以抽两牌。我先下五千。新的卡，全部连在一起了。好的。很难搞。OK， 到我回合。抽。很好。Right。你不知道是来德国吗？确定观众会投吗？你确定你有在录吗？然后我这边攻击你16000。13000，发动它的效果，经济弹幅最底层，可以抽五张牌上来。我选哪一张？我选这一张。然后中间这边打你，发动它的效果，如果下面是等级的话，是这一张卡的话，这边就加1000。抽，我就抽他这个补命，补命我就来给他。发动的效果，我打中你的手可以站起来。不要啦。然后攻击力再加3000，所以是8000。不会这样站。一万。然后攻击你，攻击你的时候再加3000，所以就加了11000，到你。我要全部砍你在一起很烦哎。你是没有那个？没有啊。Blaster Blade 是吧？没有啊。就知道了。16000。16000，好的效果。三场定胜负啊！哟，看到吗？完美的大拇指。好像变态。这边16000。16000，爆炸的。抽，给他。有。到你。完全炸。我算是。不要再这样炸了。你算是新手，你用这样强卡准过奖，你算是新手。我这个跟别人另外买的。要200多这样。来，继续。前面还是东西就买完了。这不你开这个闪光灯啊？这边勾两不用开了。Right。这是你的王牌啊。发动它的效果。关一张牌，抽三张牌，找一张这一张牌，丢掉这一张牌。丢掉这其他牌。然后我再扣。好。然后直接召唤等级4，我召唤我的天罗是怎样？然后这边攻击你。什么？咋超烂了？哇！多少？16000。讲真的，我算数有点不好。这边攻击你31000。加给他，再 check， 再 check，
再嫁给他，再抽多一张牌。我没有留，我没有留顶下，你可以。那边攻击你，发动他的效果，第三次攻击的话，他可以加五千，再加三千。哇，我没有留，我没有顶下。没有留，可以三攻击力三万四万多。看甲包顶了。顶不到牛尖顶。牛尖顶。Yeah， 我赢了。那些卡组很乱，来。